苗栗县嘅东方名人茶松下义工都有名，当然嘅黑茶还是当好卖。不过下一步嘅头份是农夫直接到检举，当初有无良心嘅业者点样如何卖假嘅东方名人茶？现在网站放嘅图看起来当初苗栗县政府设计嘅包装还个封条，不过实际嘅内容却呈现面嘅唔合符。韩国营业者呢用头等奖相应来买，不过今年的头等奖茶米超过30斤，营业者才竟然卖出1600公斤呢，也就是卖出400公斤，估算呢呈现面是零元呢。自登业者在网站上发出了苗栗县东方名人茶馆相片，再个同头份市农夫人员拿登给官方茶馆相片比较，封条就无同样。头等奖老苗栗县政府呢有两只事呢哈，喺车头诶，老一看呢哈，价格呢哈，啊苗栗县哈也来讲的话，头等老爷呢哈，就啊一下辈诶苗栗的苗就突出来诶。头份市农夫前几日接到农民检举，讲苗栗巷卖的苗栗县东方名人茶当场是假的，因为东方名人茶评鉴时节，单位茶农组九十斤茶米，扣掉评鉴后检验使用，经过评鉴以后得奖的茶米，大家登记存五十斤，一条灯奖有三名，总共30斤，一罐装到四两，条灯奖请到每张百二罐，业者已经接到1600公斤的订单，专家组讲是假的。我们的那个产品比赛完大概一个礼拜就卖完了，所以现在不可能有货。对啊，没有东西了，那只有你头等的茶只有30斤而已啊。我们有跟科侦队了，科侦队去跟他们说明一下，他们就想说要我们有网站要拿到实体那个产品以后才去做。确定它是真的是仿冒这部分。今年土头灯奖的茶米一斤要4万元，一罐四两的，主要1万元，也名站业者只卖1388元，连正品的1/7都没。苗栗县政府刚刚发新闻稿，提醒民众唔好本人联络。另外，每一件老警方批查，希望改正按唔好的缝隙，也辛苦种茶的农民很较烦哩。香港消费者本人联络，我开到苗栗县东方名人茶的名声，这张是茶农生态的损失。客家新闻总知名苗栗报道。